好，那那个马上就开场，但是我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是大埔被强拆的1周年嘛。那但是在地的台中，你们知道树德山庄吗？对。那我今天下午就从昨天到今天下午都在，都是去了，我就真的去了，我昨天去了这个地方，然后。就感慨万千，但是他还没有完完，他已经被不孝子孙拆了一部分了。那我希望我们还有机会救他，就是他就是我们台中的珍宝。那不要就是大埔遗憾已经发生，那我们可以继续努力，就是关心这个议题。其实哲伟也讲过这一个，那如果大家可以的话，也为了自己就是树德山庄继续努力。好，那我们就把这个主持棒交给星星。好，各位朋友，今天很高兴我们有机会安排在蛇舞台中蛇舞谈白海豚。那今天的主讲人是陈秉亨，他终于从台北开车，然后刚才塞在国道当中，终于赶到了。好，那先介绍一下秉亨。陈秉亨，秉亨是我东海那个环境科学系的学弟，他小我很多届。那我们现在本系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全国都知道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全国知名的学弟。他不知道，好，对，好，那秉亨后来去念了暨宜生态所，然后在之后接了当了那个台湾生态学会的秘书长，然后在之后呢失业了，失业之后去当国会助理，现在在田秋瑾委员办公室当那个助理。那非在台北很多的议题哈需要开记者会，那都是秉亨帮我们去张罗借那个中心大楼的会议室让我们开记者会的。然后很多的梗都是秉亨想的，他真的是个点子王哈。那他一直是在那个台湾妈祖与保育联盟担任志工，然后跟那个秘书甘辰仪阿甘两个秉甘二人组哈。之前就是在大甲妈祖绕境的时候，两个开着白海豚的花车，然后跟着去绕境哈。那个最近这个台湾妈祖保育联盟终于正式立案成立了，那秉亨在前几天成为了第一届的理事长。今天呢，我们就请这位这个爱上白海豚的社运男来跟大家分享他怎么样，当初怎么样，就是参与很多的社运议题，后来怎么样知道白海豚，然后怎么样到现在还在努力在帮白海豚找这个出路啊，因为目前白海豚真的数量比猫熊还少，比台湾黑熊更少。好，它真的其实真的是极度濒危。那国光石化不盖了之后，白海豚真的被保护了吗？其实中间没有什么作为。农委会只在今年的地球日4月22号公告了说那里是白海豚的重要栖息地。那有没有进一步的措施？看起来目前没有，等一下我们提秉亨，秉亨再详细跟大家介绍。那所以现在时间就交给秉亨，好，让秉亨直接来讲。好。都开启了。好，那个我有多少时间？好，没关系。好，那一个小时，很少。好，谢谢大家，我终于来到那个，就是传说很久的那个台中的哲学星期五。对，因为我的工作啊，就是很可怜，就是立法院里面的下人，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做，从那个我们的环保抗争到选民要订车票，到那个号称他发明了用太极气功可以发核电，比核电更多的电力，全部都要处理这样。对，所以有点早上呢，早上我们还跑去那个香港的驻台办事处抗议，因为那个香港的白海豚有那个机场跑道的问题啊。那我们然后介绍台湾的白海豚，其实在研究的过程啊，其实受香港很多忙，因为一开始都没有那个列项，没有。就是在我们的白海豚呢，就是在2002年研究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有钱的，然后我们根本没有上下。
太高科技了，给我滑鼠好吗？我一点钟无做啊，你无去啊？还有，左右，好，好。那我只要跟大家讲说啊，这一张图的意思，今天来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跟大家简介白海豚，但是我会用很快的速度把它介绍过去。那因为其实在这边听啊，不如去海边看。那现在夏天，所以刚好是白海豚最好观察的季节。那我等下会跟大家说怎么样去看。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啊，就是我那个另外一个有可能是跨时代的创就是有可能一举扭转台湾的一个计划，但是可能失败率超高。就是那个把，如果看看怎么样把那个妈祖信仰跟海豚保育做结合，那个我想分两个部分来讲。好，那我们可以看这张给大家看的意思呢，这张是环保署的组织表。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上环保署的网站啊，你可以看到环保署啊有那个空气环保处、水保处、废管处、炉管处，然后它最主要的就是这几个处。然后为什么会拿这张组织表给大家看呢？因为你每一个处的抗议啊，你都会跟白海豚议题有关系，就是几乎它是我们人类啊，就是在我们台湾人所有在陆地上造的恶果，甚至在海里面造的恶果，最后会到集中到白海豚的身上，就是它是一个有很关键的物种这样。好，那这是我们的一些抗议，就是我们刚刚对付空保处、水保处、废管处、毒管处这些的，我们常常很多抗议，对不对？就是一直在抗议。那我们可以就是这些抗议的行动里面呢、啊，确实就是说，就是刚刚是对应那几个处事的一些环境议题，就无数的环境议题，然后其实到后来啊，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那一群快要绝种的白海豚，然后右上角就是我年轻的时候裸体抗议的那个照片，这样，那啊，在镜头外的耶，故意显的。对，那时候我还在念书啊，应该都很多还是大学生吧，对不对？对，那个时候我2005年啊，然后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办法有50万人上街头，那个社会气氛没有到，然后那时候是民进党执政嘛，所以你也不可能有民进党帮你动员人啊，然后国民党更不用想了，所以根本是环保团体是势单力薄，那时候怎么办呢？就想尽办法，所以呢。那个，因为一直想办法，所以我的头发就越来越少，就是要想办法去把我们的诉求让社会大众知道，然后去让政府有些压力。那2005的时候，国光石化的第一站，就是那个很惊天动地的第一站，这样攻占全国的版面，就是我们几个学生哦，那时候读研究所，然后跟我学弟，然后去行政院前面裸体抗议，对，就是跟他，不知道有没有人他有对行动有印象，可能年纪比较大的人会有一点，对，然后。就是那个右上角那一幅这样，然后一直抗议国光石化，就觉得好像每一次抗议啊都觉得不会赢，因为就是每一次环评都觉得靠，这次环评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吧，所以每次都非常的拼命这样。然后像那一次啊，那次有点对我学弟不好意思，因为我就带两个东海的学弟，都是我们黄科的，我们黄科不只会杀人还会救人这样，他不是我们黄科的，他是转系的，开始撇清关系，就两个黄克学弟啊，就跟学弟明天怎么办？那个国光石化要弄了啊，然后2005年刚好是京都议定书生效，就靠政府在京都议定书生效的时候，他们还要通过国光石化，那个国光石化的温室气体还占全台湾10%，我们身为黄克人要保护这个宇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对不对？对，然后我们就跟学弟去啊，然后学弟不用怕，那个我们啊明天就穿短裤就好了，穿短裤，然后啊，我们就那个穿短裤啊，然后就大家在行政院前面啊，然后六个人在屁股上面贴那个标语，然后就1、2、3啊，就露屁股就好了，没有什么了，不会没有什么严重的，不用怕曝光这样。因为我看那个何仲勋啊，就是环保联盟，我一直怀疑他，但是我没有证据，所以我只能够说我怀疑他，他是跟记者讲说哇，有学生要全裸这样。然后啊，后来就哇哦，那个我们还在准备那个写那个标语的时候啊，哇，那个 SNG 啊，就记者一直打电话来说，你们是不是要全裸啊？哇，那40-50台 SNG 都在行政院前面在等你们。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已经被逼上绝路了，不上也没有办法。那我完全能够了解那种边缘人的那种，就是已经被逼到被卡在逼到绝路，也没有路可以走，那只能够硬上了。然后那个时候很悲惨，因为那个时候啊，就是那个标语啊，本来是要遮屁股，有没有？所以很小张就可以了。而且我那个就拿在前面遮啊，就遮不太住了。然后那天很冷，那天超冷的，那天我印象很深刻，是2月14号情人节。
然后大家全宇宙都在过情人节的时候，我们就用个男生啊，在行政院前面，然后风一直吹，冷风超冷的，然后从下面一直吹上来，然后身心受创啊，因为那个记者啊，就从上拍下拍左拍右拍这样，各种角度一直拍，然后对，可是啊，可是从那时候我们也把不光之花挡下来，对不对？就六个学生的屁股，然后一开始，就从。我就跟我学弟开玩笑讲说，你看我们六个人的屁股啊，国光石化多少钱？4000亿耶，一个人的屁股值多少钱？大家算一下，4000除以6，快点，600多亿，对啊，全台湾最值钱的屁股在他面前，一个屁股值6000亿耶，就那我们可以好回到原来，就是对的，就是这些抗议，然后一直到。为什么我会讲以前这些抗议，也就是说一直国光石化就是一直到台海豚被发现的时候才有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捩点，因为我们的路啊，其实都我们做社运的一定会想很多策略，然后很多策略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台湾人很健忘啊，你现在回去太阳报搞报都被忘记了，就是你有时候用很多的那种，就是很容易一直持续的去让台湾人会有感觉这样，所以在已经招数都用尽的时候，也不能再拖第二次，再拖脱皮了。就是我们有去裸泳啊，然后还是差点被水冲走，就很惨啊。然后被张子健害的，不然你们认识张子健老师？他说要裸泳，然后裸泳就那个绳子断掉，然后我们就被水一直冲走这样。然后那个下面是积极燃热焰啊，燃热焰不是有那种放水的闸门有没有？就唰唰唰那一种，好几10层楼高。我就靠，这辈子到此为止，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那是超丢脸，那是真的是，那是很丢脸，是因为被敌人救起来，就是被水利署。我们要去抗议水利署盖那个湖山水库，因为湖山水库的水要给国光石化跟台塑炼钢用嘛，所以两边都要抗议啊。就那一次啊，就竟然被水利署的人拿竹竿把我们拉起来，这样，对，就是，哎呀，这些是一些故事这样。对，然后你看这个是。去100年的时候，国光石化终于那个成功的最后一片照片，民国100年的那个世界地球日那一天，对，就是一路走过来啊，就其实就是那一天的照片。那总算是成功这么大的开发，那我们就是这样子。对，那可是啊，我是想要说的是啊，是我们在保护白海豚，还是在保护白海豚在保护我们？其实。一路走过来啊，其实我们真的没有保护到什么白海豚呢，就我们也没有逼政府多编列一些预算，有编列啊，可是是拿去做研究啊，就做研究再研究再研究这样，所以这个市长跟大家讲说，其实啊，其实走到现在啊，其实是白海豚，就算是白海豚啊，它是位于一个我们台湾人所造的业的那个最终的承受者，可是它还是其实在保护我们台湾人，因为有很多的开发就是因为白海豚的关系，所以。最大的、最有名的就是国光石化跟台塑炼钢，就这样被挡下来的。那好，这两个开发案被挡下来了之后，那我们要做些什么？做些什么来保护我们的白海豚？有点难念，念一百次，保护我们的白海豚。对，就是对。好，那简介用快一点哈，反正台湾是很多海洋生物很丰富的地方嘛，有黑潮经过，所以很多永生流，所以。会有很多的那个海豚在我们台湾，我们台湾是一个宝岛，真的是宝岛，没有可以腐烂。对，然后这个是啊，以前的资料，所以我们其实台湾曾经不只有白海豚，我们台湾曾经有大赤鲸跟抹香鲸住在台湾，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鲸豚啊，有的时候会洄游，有的时候会定居，有一些鲸豚就是会定居的。我们台湾曾经有鲸豚定居，可是被我们台湾人自己杀光了，就是有鲸鱼啦，就是曾经有大赤鲸跟抹香鲸，所以我们现在要花好多钱去冲绳岛看那个大赤鲸。神经病，不是神经病，就是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的那个太阳资源杀光，所以我们其实是有的。那我们现在台湾有一群白海豚，这一群白海豚我们也即将把它们杀光。对，那这是另外一种浅海的海豚，这种叫陆脊鼠海豚，就它更惨，它们的它又比不上白海豚可爱，你知道吗？因为它黑黑的，看起来像一颗轮胎浮在水面上，就很惨啊，就是比白海豚更惨的也有很多，但是就是白海豚是一个指标，我们可以透过白海豚可以保护整个海洋的环境，然后可以相对保险它的那个动物。对，那一种这种海豚，对，那像这种就是被捞起来，就是中了渔网被捞起来的那个照片这样。然后另外一种是更可怜的，就是很多大概都差不多要绝种，就是住在河里面的海豚。我们的海豚有住在深海里，有住在浅海里，有住在河里面的。然后像这种就是已经绝种，就是在中国那边的那个长江的白鲫豚，对。那我们的主角就是白海豚，很粉红这样。那
好，我们尽量快。它叫马祖鱼，为什么叫马祖鱼？就是它，因为我们的台湾海峡就是在中国的东南沿海的那个天候状况，就是农历三月之后东北季风会停，因为我们三月之前是冬天嘛，三月之后东北季风就停。那对渔民来讲，就会想，哎，怎么那个妈祖生日的时候啊，会有很多孩童一直跳出来，而且很可爱，都粉红粉红的，看起来很吉祥，这样好像要帮妈祖庆生，所以有一个名字叫妈祖鱼。说到妈祖鱼，就有一个很可歌可泣的故事，就是啊，那个因为我们台湾没有人叫妈祖，你知道吗？我们台湾就是俗名，因为我们台湾的研究很缺乏，我们是2002年才做研究，所以台湾没有人把白海豚叫妈祖鱼，然后台湾大概都是叫北海堤，就是俗名这样，然后或者是国语叫白海豚，然后。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会逆势而为？就是我们想要把整个联盟变成妈祖鱼保育联盟。就是说，那个时候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就看准了，我们在做保育运动或是任何其他社会运动，我们要先看的一点就是，我们有可能会被对方怎么样的操弄。就像妈祖鱼的白海豚的整个保育的时候啊，我那时候一开始就想说，他们一定会讲说你们环保团体就是假扮雄鹰，然后只保护海豚不保护渔民。就我们常会遇到有没有，然后比如说你要保护食物，不保护什么蛙哥的，然后那你就是对你为了几只黑面琵鹭，然后要消灭整个农业，就类似这种说法就会有。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把整个联盟叫做妈祖与保育联盟，然后想要一直努力要把白海豚的信仰跟白海豚的保育跟妈祖信仰把它做结合。那这样子就可以，因为渔民虽然不喜欢海豚，可是渔民喜欢妈祖，对，那所以渔民看到妈祖鱼。就多少会给点面子，所以其实这策略其实有用，所以才会有第一步的那个想要弄一个妈祖庙，白海豚妈祖庙的这个疯狂的想法。但是如果可以成功，我就可以改变整个我们台湾这样。好，这个就算跳过，这学术的你们就是自己查文章就可以。就是他以前的分布，就是大概对以前呢，2000年之前呢，我们还不知道台湾的白海豚，就是有看过，可是我们没有去做研究，有一些零星的观察，然后。在以前就是2000年之前，他们的研究大概就是在中国的沿海，就是在河口沿海的部分，然后全世界就是在印度洋跟太平洋的沿海的。那台湾的分布到2002年，我们是非常艰苦的，从香港他们出了一点钱给我们台湾做研究，然后我们研究出来就是从苗栗哦，有福尔摩沙金保育研究小组，就是另外一组人，就是杨世祖跟王玉超，就是一定要提他们，对，他们贡献很多。那他们很辛苦的研究从。才发现说，大概从苗栗到台南左右，白海豚的状况情况，然后他们没有研究还没事情，他一研究才发现完蛋，就是开始去算之后才发现说，最乐观是200只，那个时候2002年的时候还很乐观的说可能会有200只，可是现在你越算就越准嘛，就大概现在估计可能380只左右，对，然后有一些搁浅的记录这样，那他小时候是黑色，长大会变成白色，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海边看啊，你看他们通。你如果看到那种白色的妈妈会带，通常会带那种黑色的小海豚，那个就是，但是不是别种海豚，是他的小朋友这样。对，然后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不会，它很少超过水深20公尺的地方。所以国王石化的填海造陆啊，它填下去之后超过20公尺，它遇到那个国王石化就游不过去，真的游不过去，因为它很少超过水深20公尺的地方。那以香港的经验，就是香港有填海造陆，然后他们还跟国王石化一样，他们还很聪明，说留一个回游廊道给那个白海豚，白海豚就不见了，就是他也不过去了这样。那对，那是我们拍的照片，你看那个离岸边很近，有没有？就你如果去台中港那边啊，台中火力发电厂那个堤坝，你去跟钓客聊天，他们就会跟你说，什么时候会出现？很近很近，用石头丢都可以丢得到的，就是那个。那么近，这样非常近，对。然后它通常就是，比如说，大概最大在台湾看到，有时候一群运气比较好的人，可以下20只，那有时候就是1只这样。对，然后这一张就比较重要，因为白海豚为什么会这么难以富裕？因为一方面是，就是它的那个它一只海豚大概可以活40岁，然后它大概前面10年是太小不能生，后面10年是太老不能生，所以它大概中间只有20年可以生。那可是白海豚呢，它大概那个一次怀孕还要11个月，然后它跟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可能一次可以生好几只，然后白海豚一次只能生一只，然后呢，我们人可能生完还在喂奶的时候就可以生第二只，白海豚不会，它要等到小朋友不吃奶了，自己会去抓鱼才会生第二只，所以你看，一只40岁的海豚，扣掉前面不会生的10年，再扣掉后面，太老了10年，剩下中间20年，然后20年可能3年到4年才能生一只，所以它一辈子可能只能生5只。
六只，然后你看海里面又没有医生，然后你看台湾的海污染又这么严重，然后三不死你又被渔网抓到，要不然就是被船打到，要不然就是被重金属什么污染物毒到，所以剩下来是也没几只，所以那个他们的族群复育是很困难的。对，然后研究记录跳过了哈。对，都这个哦，说到刚刚妈祖鱼啊，说到妈祖鱼，我那个就不好意思说谁了啦哈，就是国光石化啊，他们曾经要为了打击我们啊，花了200万去做了问卷调查哦。去做那个渔民的问卷调查，说，台湾没有人把八爱城叫妈祖，就这样，就为了打击保育团体，就是说为了抽你们，就是保育团体，就是对他们曾经，可是怎么样？我们策略很成功的，我们，你看我们这样弄下来，大家都知道是妈祖，对不对？啊，所以那个啊，这是题外话啊，某个团队，然后这是我们中部的那个海岸线啊，其实大家如果像这个这种光笔啊。哦，高科技，这是彰濱工业区啊，然后这是台塑六区，然后往北才是我们的那个大肚溪。其实在岸上啊，这些都可以看得到。你如果去鹿港啊，鹿港你可以去彰濱工业区的那个秀船，就是秀船医院那一区有没有？然后你就沿着河堤走到那个堤防的底那个最后面，然后这个地方你站着看，有机会就可以看到白。对，然后这是我们的西海岸的状况嘛，当然都是工业污染。然后你看，这是高美湿地，有没有？它其实离岸边是很近的。对，然后这分布穿过了，小时候是灰色长，那是白色哦。我们的白海豚呢？我们台湾独立，我们的白海豚是跟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对，因为它是浅海的海豚，所以它不会游过深海去跟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个共匪他们的海豚交配。对，所以我们就是对，所以。所以久了之后呢，我们的白海豚跟共匪的白海豚就长得不太一样，就有点像是，就是假设以前交通还不方便的时候啊，你像泰雅族跟布农族，有的时候你可以从外观看得出不太一样，就是他虽然不是另外一种人类，就是他不是，他也是同一个物种，可是他的那个表现的形态就不太一样。所以台湾的白海豚跟其他国家白海豚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才会被列为保育类的最高等级？因为其他国家可能就是一级保育类而已，但是我们台湾这一群，就是因为一方面是跟其他国家的基因是隔离的，然后一方面数量又很少，所以才被 IUCN 列为最保育等级最高的这样。对，然后这是我们台湾的跟香港的，就理论上就是那个学者啊，研究很久的学者，他们一看照片就知道这是台湾的还是香港的。对，很厉害，所以对，就是很厉害。那所以我们就是被 IUCN 列为那个最那个西亚等级，就是很危险啊 ，critical endangered 的级，因为绝种啊，个体的绝种啊。然后在西亚等级再上去一级，就是跟我们的云豹在天堂上作伴了这样。对，然后这是海豚的照片啊，全家福，你看就是有最小的到中间的到最老的，这种照片看到就很开心。对，这很像海豚，其实他们真的是很傻，他们不怕人，他们呆呆。你如果你常坐船去啊，他们就会在你船边。你如果上网 Google 他们的影片，就有最一开始呢，就是2006有我们一筹莫展，总在想说糟糕打不赢国光石化的时候呢，刚好福尔摩沙金保育研究小组录到一段白海豚的影片，因为对他们研究者来讲，他们都是用拍照的，他们不需要录影，录影对他们没有意义。然后就拜托你们一定要录影，因为没有录影怎么给记者看？没有给记者看就没有人要报啊！你就用相片根本开不了记者会，可能可以开了，那版面就这么一小块这样。所以他们后来那次录到影，那个海豚啊，从他们的船旁边经过之后，一看到他们不知道在干嘛，很有趣，又折返回来，又看他们在干嘛，然后折返之后呢，又折返又跟着他们船游，就是那个你们可以上 Google 那一段影片，就一直被流传这样。所以他们其实在海上看的时候，他们。就是会跟你很亲近，然后，好，总之就是要这样辨识。我们会去拍照，然后每一只海豚的背鳍都长得不一样，所以就拍一拍，最后你就可以认得出来。那可是你只要时间越久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拍到它的右脸，有的时候你拍到它左脸，那你资料不够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两只海豚，对不对？那可是等到你资料够的时候，发现靠，右脸跟左脸是同一只。然后本来那时候很乐观估可能还有200只，可是真的研究久了之后才发现，妖数大概只有80只上下。对，这个数据大概是已经确定。对，然后就是他们拍了，像这只就是，而且那每一只海豚啊，就是理论上，因为他们的花纹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命名，可以帮他取名字。那像我们今天早上去抗议啊，香港他们的研究很厉害，他们研究很久，而且因为香港那个地方海浪很平，因为它刚好是
不是像我们台湾迎着东北季风的那个，他们那边海域很平，所以他们每年都连冬天都可以出海，所以他们每一只海豚都有编号，然后都有名字，都有故事，很厉害。然后像这只我们也有，这只叫阿花，因为它就是很花这样，然后它就很三八，就是对，它会跳出来，就它会很喜欢跟着研究人员去，它会出水面这样。拜豚通常不太出水面，因为它又不是那种深海的那种运动很厉害的那种海豚。然后对，那边就是海豚照片，啊，这是在台塑六轻拍的啊，就是后面是工业区，然后前面就拜豚，就是有没有有看到吧？对。然后像这张啊，这张当年那个在反国光石化的时候，他们还说啊，那个六轻旁边没有白海豚啊，那个照片都是环保团体去合成的。哎呀，可惜啊，那样就是。你看这很近，这样就很近，它超近的，因为它已经在你船的旁边，然后你的镜头装不下。有在摄影的人就知道那个镜头，他们会背长镜头嘛，然后近到一个镜头装不下，只能够拍到他的大头这样。就他已经靠在船边在看你在做什么事情。对，然后工业区，然后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重要？因为他们真的有点在预告我们台湾的未来，就是这只啊，它这种海豚，它的名字叫活着，因为它很悲惨，就是。它那个鳍被削掉了，然后中间的那个肉又被削掉，然后它又很瘦，你看它那个冰袋，就是那个排骨有没有？就理论上海豚很健康，就是肚子会跟我一样，就是圆圆的，然后很惨，就是会凹下去有没有？我们台湾的白海豚啊，就每一只的背啊都凹凹的，不会圆圆的，就很多，因为它营养不良，然后它这个都是不是被螺旋桨切断的，就是被那个渔网缠到然后切断的。大概都会这种状况，它有点像是我们台湾人的命运啊，虽然很辛苦，但是还是活了过来。对，那所以我们带来，几乎我们刚刚说的全部都会影响到他们啊，渔业啊，然后填海造陆啊，连你盖水库，因为你盖水库之后就把淡水拦住了，所以不会有淡水跑到河口。那你学过生态学就知道说，如果你河口里面没有有那个上游来的那些营养盐的话，河口就没有小鱼了。那没有小鱼就不会有大鱼，没有大鱼就不会有海豚这样。然后食物来源贫乏，就是我们一直说，因为整个环境污染了，所以鱼越来越少了，鱼越来越少，渔民就用越来越密的网子，渔民用越来越密的网子，鱼又越来越少，就是整个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的一个很惨的一个回馈里面。然后食物越来越少，污染啊，我们污染这么多，然后噪音，海豚很怕噪音的，因为他们是靠声波去，他们的听觉很灵敏，所以他们很怕噪音。然后军事活动啊，像我们之前常常在那个高美会有那个火炮试射嘛，那个影响都很大。然后是我们在看白海豚，对。然后这是一个理想，就是我觉得从整个妈祖保卫联盟是2006年年底成立的，然后那个联盟成立是因为本来就是要反对国光石化，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想一个理想，就是我觉得白海豚能够带领我们台湾人去跨越那一道水泥堤防，因为我们台湾。你不觉得我们的人好像被什么东西困住吗？就是我们的心啊，台湾就是很郁闷，就是对，因为我们长期一方面是我们的海岸线都是水泥已经给你绕一圈了，所以我们要去海边看，只有少数的地方，高美啊，假日就人很多啊，然后其他地方就很丑，就是水泥，对，然后但是海豚很好，海豚就是大家如果说我们去海边看海豚啊，然后应该会比较多人去海边，然后很多人去海边的时候。才发现，好像原来我们台湾真正的海岸不是像高美湿地这样子哦。我们台湾真正的海岸很好，都是垃圾，都是烟囱，然后海边都很惨这样。对，那透过这个海豚呢，我觉得我们真的会有机会去跨越那一道困住我们心灵的那一个水泥堤防，那我们到海边，我们去了解，跟它亲近，跟海洋亲近，然后去反省说到底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有可能的。所以白海豚对我们台湾非常重要，这个保育运动是很重要，不只是反污染的运动，我觉得它是对我们整个心灵，那会让我们更开心一点。对，那我去看白海豚，我的那个运气也不好，我就是每有些人很奇怪，有些人去看每次都看到，对，然后有些人就永远都看不到。然后我有一个同事，以前在台湾自然学会的同事啊，他大概是我们台湾最多看不到海豚的一个，因为他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看到过一次。然后甚至我就想说。好，我们去花莲看，花莲目击率很高啊，就那一次还遇到台风，就也看不到，这样很惨，超惨。然后我去了三四十次之后，在海边傻傻的等，才看到那个白海豚，
看到的时候很开心，我就觉得我的人生不一样了。对。然后我们这样，对，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因为他面临的问题都是我们的问题啊，是开发案啊，就是随随便便就是随便我们列举海边的开发案，然后污染啊，就是污水，利牟利啊，就大都市啊，然后就是我们工业区的污染，工业区污染就是鹿港的电镀工厂的污染，就神经病才去鹿港吃蚵仔煎啊，就是。要不然哇，台湾美食的很开心去鹿港吃蚵仔煎，就是，哎，重金属超多的，哎呀，都是电镀工厂啊，那，然后这是垃圾啊，对，然后气力压缩，我们的填海造陆啊，我们要盖工业区，然后我们未来会有风力发电机，那是一个问题，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确实是要绿能，可是问题是绿能在海里面的时候啊，会有一个问题，是它打桩施工的时候啊，咚咚咚的声音，可能会影响到海豚的那个声波。对，那这个怎么样防范，我们就必须要很努力。像我在立法院就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就写提案，就是要环保署制定那个噪音管制标准，不管怎么样，反正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被环保署霸凌啊，就只有少少的时候可以霸凌环保署，就他们要是就是预算在我们手上的时候这样。对，然后你不管，反正你一年之内要给我定出噪音值啊，花到现在还没有，但是有在定，就至少水下噪音，我们就必须要去防止看看，就是怎么样尽量的去避免海豚受到水下噪音的影响。然后照片，我们要盖水库啊，然后当然大甲联合供水好像还在查嘛，然后盖湖山水库已经盖起来了，那水库盖了之后，营养源就会被拦起来，所以河口就没有鱼了，所以台湾渔业日益枯竭，不是没有原因的啊，你一方面是污水一直流到下去，然后一方面你把干净的水又一直抽走，然后河口就已经污染很严重啊，对，然后一直就没有鱼，对，然后湖山，哦，我们上次就是去这边裸泳嘛，就是这个地方的嘛，这是一个栅栏的嘛。它下面是排那个水的地方，超高的，从栅栏看下去就是这么高，大概10层楼高。然后那时候差点就是，那时候快被水冲下去的时候，我已经在想说，我人生到此为止，我要喊一个漂亮的口号结束这样。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喊爸爸妈妈我爱你，然后反国光石化反湖南水库，然后被淹没这样。已经都是这样想的，我就想说，偶尔还不错啊，就我们人有的时候会面临到自己生死关头的时候，才想一些人生要怎么到这样。所以就想想，对，就一路走下来。然后，但是我们的浊水溪啊，你看我们水系都被拦走了，然后工业区渔业资源的减少，对，就是渔业啊，近海渔业量啊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对，然后渔民的生活越来越苦，越来越苦，就是理论上渔民跟白海豚是同样的受害者，你知道吗？可是问题是他们都会觉得白海豚是他们竞争者，所以我们身为保育的团体，我们要怎么样呢？让渔民跟白海豚可以合在一起。然后让整个海洋环境变好，就是我们要去做的最的一个长期的努力。那怎么努力呢？我想来想去，就是有透过妈祖信仰。对，所以今天是来跟大家传道的，就是我们那个我准备当那个庙公的。我们已经找好那个会算塔罗牌，我跟你说，那个对，但是没有钱，还盖不起来。对啊，就是我们的海豚，就是他们很惨，就每一只啊，每一只都是伤痕累累。就被切掉。我们台湾的海豚就是因为它跟渔船太接近了，香港更惨，因为香港的那个海运很发达，而且他们都是那种快速轮船，然后就有那个香港的白海豚呢，是整只被对半切的，就是咔嚓就被对半切，很惨，非常悲惨。那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渔民啊，那渔法，那海豚就在这边是很近的，那跟人其实还蛮要好。然后我们的渔业，你看就是因为我们的污染啊，很多的因素，然后我们。越来越少之后，我们就要必须要去用竭泽而渔的方式去抓更多的鱼，那越抓越就越少。这个是，你看这个是拖网，这个是理论上不到100公尺，就理论上三海里之内不能够用底拖网。三海里是多少？三海里是5公里，这叫5公里啊，这不啊，还来到50公尺哦。哎呀，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他把那些小鱼越拖越少，越拖越少。那可是他渔民啥就是。可是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放那个另外一张投影片，就是我时间就是很少，所以只能够随便抓这样。我这次稍微看一下就可以看得到船长了，然后对空气污染，白海豚为什么跟空气污染有关系？因为它是肺呼吸啊，所以他妈就是我们没有研究 PM2.5 对白海豚的影响，因为白海豚更惨，因为它没有鼻毛，你知道？啊它都活在火力发电厂旁边啊，就是。对，就是它会比我们近，就是理论上它是比我们接近火力发电厂跟接近台塑六氢，然后他们又很惨，而且他们
他们因为他们会深呼吸嘛，他们深呼吸又比人多，他也是就吸很多，然后没有鼻毛可以过滤那个空气污染物，所以在他们肺里面会长成怎么样不知道。然后可是，在外国啊，外国有研究过海豚得癌症很多，就他们活在那个污染的海域，就海豚得癌症呢、欸，就超很荒谬。然后这是一些空气污染的照片，然后我们办过很多抗议的活动啊，对啊，就是人数就很悲，就是一点点人，但是就是一直抗议。对啊，然后以卵击石，就这么区区的数百万人这么多，然后去对抗后面台塑流经这么大厂房，根本是很，对啊，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就是一直在做，然后绕境这个就是我这个等一下再介绍啊，就是我们一直在做很多的陆地观察、教育，然后抗议不用说，每天都在做，不然每个礼拜大概都两三场跑的。那时候国光石化的时候，因为环保署为了要过，你知道吗？然后就疯了，就一个礼拜开三场环评，哇，然后那多痛苦啊！就你要想说，靠，已经没有梗，你知道吗？就上次行动剧都已经演完了，这次要演什么？每天已经不担心环评会不会过，就担心说我下次记者会要演什么，那很悲惨啊！然后对不对？哦，想到。有东西想要没东西，我演过什么？我演过纳美人，我演过那个针灸同仁，就是纳东，就是那个释放。我演过章鱼哥，我演过财神，我演过鬼，什么都演过，就在想，因为你一定要想一些东西，记者才会来嘛，要不然每一次环评其实差不多内容都差不多，然后等到你媒体不在的时候，让他偷偷过，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所以每次看，然后后来2009年的时候就想完蛋了，因为那时候。那是一个国光石化很重要的关键点，因为那时候2008之后总统就换人，然后结果后来那个县市长又换人，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就是死定了，过不了，因为中央是国民党执政，然后地方他到那个彰化去嘛，所以地方也是国民党执政，然后完蛋了，一定挡不住了，就大家他们就是，然后那时候我曾经被撞到啊，一个人去对付好几百个，就他们在地方办说明会，然后就是400-500人啊，就整个里挡住他们的人。然后大家都不去，然后我就想不行，我还是要去，这样就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我想说下一秒可能会变成消波块了这样，然后就去里面发表反对的意见，就已经悲壮到就是考，就是对，那时候我想说怎么办，一定会想想，那我们跟大甲妈祖去绕境好了，对，因为要把那个白海豚的信仰啊去集合台湾哪一个社会运动的力量最大？妈祖绕境来。台湾哪一场集会游行可以超越大甲妈祖绕境？我们嘛，就哪一场？而且他们不用被开单的、欸、那种鞭炮，然后空气污染，没有人敢开单啊！就台湾哪最伟大，没有人敢举牌啊！最伟大的那个集会游行，对，所以我们就想，好，那我们就是要把白海豚去参加台湾最伟大的集会游行。然后那时候就也没钱，然后就去刻了一个很丑的白海豚保利龙模型这样，然后就刻了真的超丑的啦、啊，就是我第一次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妈祖信仰，就那个模型刻得很丑很丑。那个路过啊，小朋友就说：“哎、欸，阿妈，那个是鳄鱼，然后这个是企鹅，然后还有阿妈不是啊，这鲨鱼啊，要疯掉，因为他们看不出那形状，你知道吗？然后可是妈祖信仰，当就是为什么我就会有搞头的原因，是因为那个阿妈、啊、看到你车子前面的布条写妈祖鱼，嚯、哦，他才不管你后面那个是保利龙还是什么，他就拿香就跪下去就拜了。”台湾是有很强的社会，台湾的人是有一股很强的能量，可是这一股能量是没有被引出来的，就是这一股能量被神经，不能这样说那个宗教，就是这一股能量被很奇怪的宗教的统治控制，它出不来。对，然后你看那到，所以我们那时候绕境，那一次我自己拍了一部纪录片，所以我勉强也算纪录片导演，所以他们在艺文界签名的时候也是应该有资格这样，还拍了一部纪录片，就是那个设备超阳春的啊，车子还坏掉，然后那个白海豚啊，就一边走一边溶解，你知道吗？很悲惨，它是要保利龙啊，然后它因为它是要用白胶粘啊，然后哇，就还一直走一直流汗，会不会走一走就海豚就越来越小了，是吗？像下冰棒融化掉，哇，超担心的。然后结果后来那个还好，就是那妈祖有保佑，那只海豚中间还在，你知道吗？因为那真的有神力在护持，对，所以那真的有用的，就像绕境过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啊。然后后来你要那有渔民讲说啊，我来海底啊，就是妈祖鱼哦，啊那顶干冒北站台来寄啊，那他们说鱼
你知道吗？就是这有用的。对，然后有一次严金彪被访问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没有反应过来，说啊，我觉得妈祖椅哦，哦，三民党来刚来开妈祖椅，要开椅这样。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讲什么，但是他还没有意识到记者问他是在问开发案的事情，所以是有用的。那我们就是有去绕境啊，2019之后的事情，我有一个我们的那个工作说明，那也太复杂了。像去年就办了一趟活动，6月8海洋日的时候啊，我们就在海盗上面。我那次活动很成功，因为那次我都快哭了，但是那次我弄到心脏很痛。就是那一次，因为长久以来的公害抗争啊，终于把海豚跟渔民都起来了，在国光石化里面。因为国光石化盖了之后，那边的渔民就会受害嘛，那海豚也会受害，所以每一次渔民有抗议的场合，我不管怎么样，就要把那只保利龙海豚扛去那边办，就让渔民习惯拍海豚那样，让他们觉得我们是一挂，不是，你不是来试我的鱼，我们是一挂这样。所以在去年6月8号的时候，我们为了要争取海洋资源部，就是事情不是像我们社运团体看的那么单纯，就是我有时候我们改变一个事情，不是好像50万人上街头，就是另外一个事情我们没有注意到，就是组织再造，就像这个很要命，可是没有团体注意。就是海洋资源部，我们竟然没有。就我们台湾那么大，我们旁边都是海，可是我们没有一个海洋的专责机关。我们的渔业署管什么？我们渔业署是管可以卖的鱼。我们的林务局保卫组通常都是管海平面以上的东西，阿来也没有人管的，就差没啊。就是对我们，所以去年6月8号的时候，我们就跟渔民一起上街头，那是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就把海豚跟渔民一起上街头，然后去要求我们要海洋保育署或是海洋部，不管就是要一个海洋专责单位。对，那次也是，可是那次我累到差点死掉。就是那次我又搞了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去年马政府不是要用智慧财产权封锁网络，有没有？有印象吗？然后那时候不是有莫名不知名网友发起去把马英九的脸书弄黑的运动吗？有印象没有？啊，不过成功。你们去 Google 一下，那时候就有不知名的网友发起全台湾的网友去马英九的脸书，然后把他脸书，因为就他是有一个一排那个文可以抠嘛，就抠上去贴上去，他脸书就黑了，有没有？就是有设计过，把就是去讽刺他说他要把整个网络世界就马变黑这样。对，那不知名网友就是我，哇，对啊，我们那时候也弄破，就这样，每6月4号搞那一团，然后6月8号搞那个大游行，差点累死。对啊，这是一些活动的照片啊，就在台北，就是。对，哦，这一次，对的，你看那个渔民啊，你看这个旗子，就是那个海洋，这个鱼，这个鲤鱼旗啊，是做的，欸，你有看过鲤鱼旗是那个做什么丝木鱼的吗？没有的，很特制做乌鱼、做黑尾鱼的鲤鱼旗，然后跟这只做的失败的白海豚，因为我跟明明跟气球公司不是这样讲的，他做了一只有点浮肿的给我，我明明给他很漂亮的图啊，整个。人生就是常常会擦枪走火的。我之前做了一个本来做一个白海豚的纪念 T 恤，然后那时候幻想很美好，就是我要做女生的那个无袖的那个小背心，就是因为夏天很热嘛，所以女生可以穿这样。我本来幻想很美好，那个而且有紫色，我喜欢紫色，那个女生啊穿着紫色的无袖小背心，然后我青春洋溢，而且前面有海豚，一定可以光正妹前面有海豚就可以吸引很多宅男的投入白海豚的保育的行业这样。我想得很美好，结果看那个厂商把我做成球衣，超失败，但是很帅。我看那个衣服就是篮球的那种，就是宽的，我超伤心的，那是花好多钱，然后就拿了一票球衣，还好我们脑筋动得快，就后来锁定那个大学生族群，因为他们都有那个篮球队有没有？然后就他们就把那个当他们篮球队的那个，然后我们就去海上观察，出图鉴，开研讨会。哦，这是在，这是像白海豚吗？不像，对不对？就是扛着一只这样，然后去抗议。对，然后历经风霜之后有点像。他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吓到，因为我以为是一颗草莓。我跟那个艺术家讲说，哎，那个海豚是粉红色，然后身上有斑点，他就真的做的是粉红色的哦。然后身上他一点一点远远的，然后开始我。可是很糟糕，你知道吗？就那一天，我刚拿到那天游戏还没干的那一天，就要拿去行政院抗议了。因为那一次是，就是要去抗议行政院开放那个双坡，就是坡碗。然后游戏还没干，怎么办？你知道吗？已经，可是总不能扛一个草莓去抗议的，就超离谱，就整只是已经有点接近鲜红色的粉红色。
我就开车啊，我三点去东石寨，然后开到这边刚好是早上六点多，然后我就下那个逢甲那边那个家乐福，然后冲下去买白漆，然后把上面再覆盖上一层那个白色油漆，把它喷成那个比较，就是把那个一点一点那个喷掉，就是所以它就是后来就变这个造型。你可以想象下面不是有一点一点的吗？就是要喷掉的。如果这个一点一点的，然后让它很深，然后全上面是粉红色，就是草莓。然后那时候是紧急处理，把它处理掉了。我们做环境运动就常会有很多危机处理要去做的。然后这个是我们跟渔民去抗议的。这张照片给大家看的意思就是，这个是那个拖网的底带，我们的在海底拖网的底带，那个底带多么密集，那个底带是比一块钱铜板还小，所以这么小的螃蟹呢也被抓进来。就是我们那些在做底拖网的底带的密度的那个孔隙，那这张照片的意思就是说，像这一只啊，就是白鲳，如果有在煮菜就知道，一只白鲳很贵很贵，大只的很贵。然后如果是一斤大只的白鲳，一斤可能是800-900，那么贵，也不知道在贵什么，就是贵。然后，可是如果是小只的白鲳呢，价钱是怎么样？一公斤6块钱。就是它只能够被拿去搅碎当饲料，就是说我们台湾人对海洋资源的态度是不愿意让这些很珍贵的鱼长大之后，我们只要抓一只就可以赚很多钱，它宁愿在它很小很小，一公斤六块钱的时候，把它用这么密集的网具把它捞起来，然后反正它就大小通吃，然后就这么小的就把它一公斤六块钱拿去卖给当搅碎当饲料用。就是一个神经病的一个做法。那这一次的抗议呢，我们也就把海豚带去跟渔民一起抗议这样。所以因为有那一次，一定就是把海豚带去呢，后来608那一次渔民就来帮助海豚，对，就还不错的。然后这是大甲妈祖绕境，这是我们绕境的，这升级的，这个后来就进化了，越来越进化。这是那个花灯，这个花灯呢，这是那个受刑人做的。然后，但是这个花灯也有说不完的故事，因为这花灯是纸做的。然后那个绕境啊，鞭炮最多，你知道，然后就很担心它会烧掉，已经穿孔了，就是那个烟火蹦蹦蹦，然后就是你就在一只纸做的八爱腿，你都一直在想说会不会后面就烧起来，就很危险，因为你不能够离那个神教太远啊，离神教太远谁理你啊？大家拜完拜就回去收拾东西，所以你要跟在神教后面，然后你跟在神教后面就很容易被那个鞭炮打到，然后这一只，你看这是我们的海豚，然后跟着那个到神教去做，有用，真的有用。然后终于我们在今年的地球日，林务局被我们逼到不行了，就是已经逼到他来公告重要栖息环境。可重要栖息环境其实没有法律上的保护力，他只是说，这边有八爱屯，这样大家就只是这样子而已。他不是说，你八爱屯你要有什么样的责任这样？那好不容易自己公告了，那公告可是那范围还是不够大，那我们希望说重要栖息环境还是再公告大一点。那保护海洋就有更大的力量，就是我们的海可以很美的，真的很美，我们真的可以有很美的环境，可是我们自己把它搞砸，就是好人，这是等于这个，说到这个，这个有用，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应该要我们做一些运动？搞不好这张也是国光，因为国光石化它是一场大战，所以在这场大战里面，你所有能够用的脑力都用出来，就是你能够用什么招数？你们有没有听过阿达的那《白城之歌》？你看那是怎么样的情境会发展出来的吗？其实故事没有那么浪漫，故事是，它的背后是，因为环保团体啊已经想不出环评会要讲什么了，因为他一个礼拜开2次，能够讲的资料都讲完了，能够发言的学者也找完了，然后糟糕，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知道吗？只好乱搞就好，要不然不是乱搞就好。那阿达你还唱一首歌吧，又唱歌了，然后唱。不知道怎么办，好，吴胜老师，你来念一首诗吧。想不出办法，那个家里面有小朋友，那国小的小朋友带到环评会来上面登记3分钟发言，爷爷奶奶，那个各位博士爷爷奶奶，我们不要伤害我们白海豚，这样就是已经心理战做到这么的精致了，就我们要用爷爷奶奶比较疼那个小孙子，所以我们都已经用那个。用小孙子来去口，对，温情喊话那些学者，你知道吗？就已经逼到就是什么招数都用了。对，那这个也是另外其中的一个非常好的招数。就后来国光石化决战的那一次，决战前的绕境，
我们做了5000张的，这是我们台中那个副中生帮忙做，就做5000张的这个贴纸，就那个反国光平安符，你知道哦。然后，嚯、哦，这张呢、啊，然后上面就拖鞋反国光，可是又把妈祖弄上去，然后就平安海豚宫平安符，然后多么可怕，你知道吗？那5000张啊，一个下午就被拿完了。5000张哦，看我们，你看我们有搞过机会，有请你要去发传单，你要发5000张，哇、哦，那个要做多少白眼才发得完？那5000张不用一个下午抢购一空，你知道吗？那阿妈，我这平安符哦，我这妈祖这符啊，就打走的，妈祖被打对哦，哦，全部拢打，恁这冰箱啊、机车拢会打，所以那一年的大甲妈祖走到台中的时候啊，有看很多阿妈的机车上面都贴反国光平安符，然后突然之间，好像整个中部人都反国光，你知道吗？那种气势亮星的，我靠，那全民反国光啊！就是像就是那次，就是对，那我们一步一步来。然后，哎，这个机会我看一下，哎，不是，那开另外一个，等等啊，我们加快速度，对。哦，说到那个看白眼豚的秘诀啊，就是你们要选那个没有风的时候，像今天没什么风，有没有？然后你可以上中央气象局的网站。气象局网站会有气象预告，然后大概就是你只要看气象预告是3级风以内，因为3级风以上就风浪就大，就不好看。3级风以内，然后中央气象局的预报站里面也会有说涨潮、涨退潮时间，你通常就是涨潮前2个小时去等，因为它是浅海的，所以如果水高的时候它就会靠岸边靠近一点，所以你就看中央气象局网站。然后台中这边哪里最好看？就是火力发电厂后面不是有一条堤防吗？我们去过那边看夕阳过。那边很好，那边如果要追女朋友，再去那边看，成功率应该会高10%。如果看到白眼豚，可能会高20%。你知道白眼豚一开始的，我们现在要开始创造一些那个神话，就是本来告白失败的啊，看了白眼豚之后就告白成功了这样。然后本来身体不太舒服的，看了白眼豚就是身体就好了起来。那我们要开始搞一些这种人啊。对，这些谣言，所以大家回去就开始散布。反正 PPT 上面的那种谣言也没有人可以证实，有没有？像那个山上的那个鬼啊，就红衣小女孩，欸、奇怪，如果看到红衣小女孩，每个人都会死，那到底是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的？对吧？很奇怪的事情吗？哎、欸，怪黑的，熏到火掉。对，那所以。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故事是可以去讲，所以我们大家其实啊，甚至我们要保护白眼豚啊，我觉得不用花太多力气，你们回去自己的戏版就要靠，本来告白失败，然后看着白眼豚就告白成功这样，然后挂爆哇，看着白眼豚就有没有看着白眼豚告白就成功的挂掉，之类的话，然后就看着白眼豚就不会被恶意的挂掉，哇，要是下去可能就惊天动地，对不对？哎，不是，哎，对，哎，会怎么会是这个？那我自己存错了，好了，回到刚刚那个，不好意思，这个是跟许文龙报告了啦，就是因为许文龙啊，他就是董事长嘛，然后他突然有一天觉得心很痛，因为他去钓鱼突然钓不到鱼，这样，就是他去一整天，他喜欢他很爱钓鱼，结果他那天去了一整天就没有钓到关机，他突然发现哇，原来台湾的海洋已经污染成这样子了。马是林奇美，马是有贡献的，有贡献的。看到最后那个年轻老师那个，所以讲，干嘛？啊，这个，不是有一个是，看一下，看这个是，哦，对，好。所以呢，根据这么长久的努力呢。然后环境运动呢，我觉得我大概什么路都摸了，就是从修法到预算，到外面的街头路线，到学术研究，不要看我也是会做学术研究的。然后到纪录片，我们那个孩子也是，我那个绕境也有纪录片有出版，虽然卖没有卖，但是还是出版了，就我还是也是导演的，就什么路都做了。那我的研究呢？我研究是很惊天动地的研究，但虽然它很烂，可是它很惊天动地。可是我研究台塑六氢对云林的影响。然后我是2000年的时候做研究，然后那时候什么资料都没有，完全基础资料都没有，所以很惨，就做得很烂。可是那个架构啊，就后来不是陈吉仲老师去做那个国光石化的经济学的分析嘛？有人有看？好，有些人一脸茫然。我昨天去金山演讲啊，我就觉得很伤心，因为。
才三年前的事情啊。然后我放那个当时国光石化很惊天动地的一部短片，现场的没有人知道哎、欸。我靠，那时代有没有更迭这么快这样？就是我在那边论文里面处理很多事情，一个是那个健康风险，可是那时候台湾没有健康风险资料，所以我只能够从很多很多其他的很间接的资料来佐证那个健康风险，然后我去做社会成本分析，然后那时候台湾也没有人做社会成本分析，所以只能够自己乱估一通这样，然后可是那篇论文后来变成是反国光石化最大的一个动力，因为很多很多渔民都因为你要反国光石化之前，你一定要知道六星对渔民造成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一定要把它讲得很清楚，所以呢，当我们讲得很清楚之后呢，反国光石化就很有用，而且到后来啊，像健康风险部分，有张章瑞老师他们就开始做了非常伟大的研究，然后那个社会经济学冲击的部分，陈其中老师他们就做很伟大的研究，所以我只能说，就是我这个研究呢虽然很烂，可是很重要，这样就是跟我的人生没差。就是对，然后像这个啊，就是一路走来什么都做过，从研究到写文章到拍纪录片到道镜到演行动剧到立法院都做了，然后所以呢我突然想看台湾的运动的下一步要做什么，至少环境运动，那我就想，就我觉得台湾有一个刚介绍的那个社会运动的能量没有被引出来，就是宗教信仰，传统宗教信仰的这股力量，然后因为我去道镜之后才发现那个很可怕，就是那个力量之坚强，像刚刚跟大家介绍过，你上面只要有妈祖他就拜，要拜到让你流冷汗，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何德何能让阿妈拿香跪在地上拜，就拜的时候好难怪有千六套都不会中啊，就是我们没有那个品德嘛，像会被拜会死人的，没有死算命大的，然后就有很坚强的信仰的力量，然后可是我们台湾的这股信仰的力量其实不会就非常贵，就是大家宁可花一两百万，你看绕境啊，放那个鞭炮一串都是百万起跳，就宁愿去放一两百万的鞭炮，然后就让妈祖的神教在你家前面那个停几分钟这样，然后他也不愿意把这一两百万的钱拿来捐给公益团体，帮宇宙做一点好事情，不要，他就宁愿把它制造噪音软跟空气软，只为了妈祖神教。然后如果我是妈祖，应该会很生气，因为你知道妈祖是很养，是很注重人体健康的，然后鞭炮是很柔软的，你知道？如果是妈祖，我会很生气。就妈祖的信仰，大家可能回去看一下妈祖的整个信仰的民俗传统，我会把它解释成妈祖就是一个古代的社会运动者，就他是搞社运的，你知道？妈祖是搞社运的。就我开始说故事了，就是你不要小看妈祖才不是被黑道拿来绕境用的，对啊，然后妈祖才不会让你趴在那边钻他的脚底啊，你女生你会这样坐在上面，然后让很多人从下面过吗？不可能嘛，就他们他妈祖不可能说你不可能那种庙说女生月经来的时候不能够进去拜拜吧，妈祖自己有女的啊。不可能嘛，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就很诡异，就是，然后为什么妈祖是很社运呢？我跟大家介绍，我因为为了开始搞那个妈祖庙，所以我开始已经有那个变成神棍的那个学前教育了。那妈祖是，那他重科学，妈祖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他学医，他会用药草去医人，然后他们那个村庄的人啊，就是很迷信，就是去信那个神棍。然后神棍说：“你那胡阿俊敢连我一点后皮，他妈做的功被打。你要讲，你要吃那个草药才会好的。”所以他就医了很多人，所以才慢慢出名。然后他出名到差点被他们村庄的神棍暗杀。就他的故事是这样，就是有一间神棍来跟他骗说：“哎，那个远方的村子有一个人生病，然后妈祖赶快来救他，然后就假装是轿夫啊，去请妈祖去看病。然后本来走到一个悬崖，又把丢到那个悬崖下面去，就是。”他是科学，他是鼓励用科学的方法治病，他是反对迷信的，所以很社运啊，对不对？然后那妈祖是不会累积自己财产的，就妈祖的传说里面，我很喜欢有一个，就是有一次妈祖看到外国的船，有一个船队台风快要沉没，就是他们找不到路上岸，妈祖就放火把他自己的家烧了当灯塔，就是
就妈祖不会叫你捐款，然后自己盖很大的庙，然后自己盖香客大楼。他就算是有钱，他会把所有的钱拿去给别人。对，然后另外最妈祖信仰最精华的一点就是，妈祖是会跟高，他不惜得罪高层的。就是啊，因为他对妈祖是不惜得罪高层的，他是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大家通常啊，我跟你说，我到国会很大的经验，就是我们不真的不能够怪那些立法委员辩解，你知道吗？就在那个环境啊，就像我一个小小的助理，然后那些官员啊，处长、局长、署长、部长，每个都对你很客气，然后一回答那个环团，每个人都骂你，有没有？就是你妥协啊什么？正常人类应该都会去跟那些人靠拢嘛，就是从正常的那个心，就很难不跟高层走在一起，你知道吗？就高层他们这么多钱，然后他们对你很好，怎么可能不跟高层走在一起？然后说你如果跟我混。教科书上面我就改课纲，全部写你的名字，请妈祖非常赞扬，就是妈祖跟国民党都很赞扬，就是改课纲，各分的就很赞。他不愿意耶，当时他们的高层啊就觉得说你们这些人民没有得到教训，我没有把你当人看，然后就要发动洪水毁灭这些无知的老百姓的时候啊，就是当时的最后的传说，就是那个高层要发动洪水去毁灭老百姓的时候，妈祖一个人。施法去抵抗高层的洪水，然后保护老百姓啊！哎呀，他是真的是社运人才啊，就是，是啊，他当然是我们社运界的女神啊，就是，对不对？哎呀，对不对？他怎么会是现在这样子呢？怎么会是现在被我们台湾搞完的？搞东西的搞，玩就玩弄的玩，搞完。被我们搞完就被我们搞完这样的信仰系统呢，对不对？不是很怪吗？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就看有没有办法从找到一个缺口，然后如果可以从这个地方一个缺口破开的话，或许我们台湾的社会运动会有另外一扇的天地啊，有可能哦，不要，但是失败率很高，就是真的，但是有可能，对，所以我才想说，因为要跟大家介绍那个连老师啊，就是我真的觉得时代更迭很快，就是想当年国光石化的时候啊。每个人都知道我是谁，然后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现在就是都知道李飞吧之类的。对，就是那个连希英老师，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他就是也不算伟大，就是凡人啊。但是就是他本来是老师，然后他可以好好的干老师干到退休，然后他就当时呢在戒严时代，他就把老师的工作辞掉，然后云游台湾，就这个地方哦。他一开始是从鹿港反杜邦开始的，他在鹿港就反对台湾第一个环境运动。然后那时候还没解严，所以那时候的你去参加那个环境运动嘛，就是你去参加任何社会运动都要有回不来的心理准备。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赶去参加鹿港反杜邦的运动，然后反完杜邦之后呢，他把老师辞掉，他就云游台湾，只要哪个地方社会运动需要他就去，像破镜反土金他也去，花莲反职场他也去，那个积极反焚肉他也去，然后到处都去，然后宜兰反六军他也去，然后就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然后他就是。他从就是一辈子就是生计就是不是很好这样，然后一直到反国光石化，他也去，就反国光石化的时候，他也在这样，然后很努力的一个，而且他又有很多那个文史的那个背景，可是他就去年就挂，就是中风然后就挂，然后他的工作室啊，就绿色主张工作室，在鹿港天后宫旁边100公尺精华地段，对，然后我就想说，如果可以把他工作室。承接下来，然后我们就搞一个马祖在里面、啊、那至少假设，你要看一年捐给马祖有多好，说10亿好了，如果我们1%有1000万，就是迷路的有没有？就本来想要拜天后宫啊，不要迷路，不是、啊，就是啊，对，打卡来，那就是想要把他那地方，而且因为鹿港嘛，鹿港那个地方看拍的也蛮好看的，就是你只要走去彰滨工业区。然后去一直开到那个尽头，就是提防站上去之后，在那边风平浪静的时候，就可以有机会就可以看到白海豚。但是几率不高，因为白海豚就这么少，所以你看到就算运气很好。所以呢，就是你带去告白啊，但是就是有很大的风险。但是只要一次就成，就是只要你，可是你只要那个风险，就是你可能去5次啊，你就带5个人去，然后只要有一次看到就成功的，那个投资报酬率风险很高了，可是报酬率应该也很高。看到海豚就很开心，哇，白海豚，然后对，白海豚好可爱，然后就怎么样？可是在我心中里比它更可爱，哇，这好算了，我在幻想，我在开始为那个庙的那个
讲一下，就是我们的渔业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是日本山海图嘛，就是渔民是，因为渔民有的时候是，其实他明明就跟海豚是同一个状况，可是渔民跟海豚就是，渔民跟海洋要有很好的海洋，渔民像刚那个白鲳的案例，你海洋很好，一只白鲳就能够让你赚很多钱，可你海洋不好，你去抓了一堆白鲳，也是有六块钱的、啊。对，所以就是渔民，我们要想办法让渔民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的。那这是马祖，就是绕境啊，就台湾最大的那个集会游行啊，就是，对，就你不觉得怎么马祖新娘会变成这种样子啊？就是奢华铺张，然后就是迷信，跟当年马祖的所作所完全是相反的事情啊。对啊，然后还有那个高层会来剪彩。啊、如果我是妈祖，一定下大雨把那些高层淋得一塌糊涂，然后打雷啊！他明明就是不想跟高层在一起，但他明明就想跟人民在一起，怎么会是？对啊，怎么有可能会有那种宗教排队，然后和尚排队，然后迎接那个中国的国民？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用这个宇宙中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啊？就是你一个鼓吹众生慈悲的，怎么会去迎接一个杀了很多人的政权？官员这样，我有一次，我那冲浪那一次啊，就我平在立法院有两次非常悲惨的经验，一次是得罪贺宝福，一次是得罪佛光山，两次都让我那个痛不欲生这样。就是陈云林那一年来台湾的时候啊，他就是也是一样和尚排队嘛，然后就唱那个阵阵高兴尖刀明，我傻眼，然后靠这被吓到，我以为和尚只会念经，竟然他们会唱官员歌耶，我吓到，然后就有一个记者，把那个影片给我说那个。不方便播，再给你，我就傻傻就把它放 YouTube 上，然后竟然一天就好几万人看了，然后就骂声一片，然后我们办公室啊，就后来就他们人肉搜索就搜索到我，你知道吗？然后一直打电话进我们办公室，一直骂，然后那一次就很惨，就每天都在接佛光山的电话，然后另外就是贺宝福，我跟你说那个保健食品啊，要小心，因为健康食品才有那个绿巨人，那个小绿人有那个有小绿人才是有一些实验的，然后如果没有小绿人啊，就是有一些风险，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受。吃的那个，你们喝饱不了？好了，那我不讲了，你在录影啊？就是有真的吃然后过敏的人，然后我就想，好，不管怎么样，因为我觉得那有一点道德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常常会去重症的病房推销，可是因为是你重症的时候，你身体的代谢可能受不了那些高蛋白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不行，一定要至少不管怎么样，就算麻风我也是要捅一下，你知道吗？就是不管怎么样，在宇宙。就算是在什么没有道理的黑暗的宇宙里面，总是要有一点光亮一下也好，然后就投了。然后田友锦也很赞，田友锦他超挺的，他就跟着开记者会，你知道吗？然后哇，全台湾的喝宝宝就打算进来买的，然后那个我才知道他们那个势力庞大，然后其实就接到手软，然后我就跟委员讲说，委员这个一人做事一人当，全部都打我手机，我手机都给他们这样，然后叫他们不要打办公室，就直接打我手机。然后那时候真的是。题外话，那、啊、这也差不多啊，就是我们台湾，就是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状况？对，然后这是拟态，就是我学生态学还是有帮助。就我们做社会运动，有的时候会有很多想法。这是一只螳螂，然后它假装成树叶。所以呢，如果我们保育团体假装成妈祖庙呢？是啊，他、可不要像这种事情，开发单位一直在做啊。这种事情政府一直在做啊，他们对不对？他们一直在做，他明明就坏人，他假装无良工典当啊，对不对？他明明就是干让你空气污染，让你不能呼吸，他每天乱跑，就是，对啊，他一直在做啊，就是这种事情，其实敌人一直在做，就我们不过偷偷做一下，就是这个是你，就是假设我们社会动，假设白海豚妈祖可以，那为什么石虎关公不行？对不对？可以啊，对不对？然、为什么？我再想一看。假设还有什么？黄色的。食蛇龟，说到食蛇龟，我也是很惨痛，你知道吗？食蛇龟本来没事，他们有事，他们是有事，因为他们被抓快完了，因为大家都最近流行吃龟鹿二仙胶，看他每个都胖的要死，还吃龟鹿二仙胶，说他吃什么？大家营养过剩，你知道吗？然后他吃龟鹿二仙胶，然后我们台湾的乌龟都快被抓光了，因为我们的牛樟跟乌龟都快被抓光，因为中国那边很爱。啊，然后好不容易帮食蛇龟开一次记者会，然后因为从中兴大学有一个那个
考虑，就是只要走私被抓到就放中心大学这样。没开没事情，开了之后他们那个大那个大盗卖集团发现说，哇靠，这个地方更好，只要把房子剪开就一堆好几千只，就一夜之间被拿了一半嘞，就我的妈呀，就是吃，对，就是吃吃亏。那个保生寻天上帝啊，就寻天上帝不是一只脚才乌龟，一只脚才蛇吗？也超好用的，我们保育蛇的时候也可以用，然后不吃。为什么没有食蛇会寻天上帝呢？为什么只有统一统派光公呢？对对啊，就然后假设比如说反破迁土地公为什么不可以？哎，土地公要成本更低，你知道吗？对啊，土地公那种就是，那他已经有套装的啊，就是我就去买一个，然后找一棵树放在下面，然后插香绑红布条，就成了，就是反破迁土地公庙，对不对？我不相信工人敢敲吗？试试看嘛，就试试看，然后再放几个假消息，说功能消了之后回去就得癌症，这点超危险了，就感觉乱传，对不对？那我就很好奇，说我们台南啊，我们台南有常常会有见到一个情形是中路中间有树，然后没有人敢砍，然后就有时候砍了，就有人说，上次有个工人砍了之后，这生命就死掉了，就砍了之后生命就死掉，那是谁把故事说出来？然后不懂啊，就是说，就是没有，还真的没有人敢砍，那。如果我们反破迁土地公，对，哎，不知道，搞不好可惜，然后是李派这样，所以林老师呢，就是他的生平就是2013年晚年就是，林老师他超酷，他挂了之后，然后说不用办告别式，然后他直接把身体捐给医院当那个大体老师，就给医院去做那个解剖教，就是这种人，就台湾要纪念这种人，你知道吗？就是台湾有真的有这种人，而且这种人还不少。台湾真的有这种人，但是毕竟不是没有像神、凡神或是，就他们就没办法，很多这种人，他们的努力一辈子很多很多很多，然后没有人记录，所以呢，所以叫林老师超酷了，然后，所以那个工作室可以做什么？一个是我们可以做山寨版的妈祖庙，不是山寨版，我们正统，他们才是山寨。我们才是真正的妈祖社运的精神的传承，我们的妈祖的传承，他们都是快的。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文献馆，那到时候可能对的话，大家有兴趣有没有？我们回去有做研究的，有写报告的，一个人去访问一个环境运动里面的老前辈，把他的故事访问完，然后我们收集起来，文字档、影音档都好，我们就放在那个入馆的那个地方，因为它是台湾的运动的起源，所以。在那个地方收集台湾所有环境运动的忠烈史，就是文献馆是很有意义的，所以那个地方就是台北，我是幻想说那可以是台湾环境运动的一个运动者的一个记录的地方，这样。那另外一个地方可以做白尔登的保育中心，因为那个地方离海边很近，所以你来鹿港啊，去拜完妈祖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去海边看妈祖，然后看到就告白就成功了，看到就乐透就。刮乐透就刮中，然后赶快把消息传出去说，看了妈祖之后，我看了白海豚之后回来刮了买了一张乐透啊，就中了多少钱？对，但是可能会有反效果，就没有中了就去杀害了。对啊，就是很好，就其实你看啊，就是这个是生小一个浮游生物嘛，虾子吃吃，小鱼吃虾子，大鱼吃小鱼，然后海豚带那海豚在这边啊，海豚吃大鱼啊，所以海豚跟我们是同一个地方啊，所以人类会海豚会遭遇，就人类会遭遇，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台湾的海豚，前一阵子有国际专家来台湾开了一个研讨会，他们就是目标是我们希望2030年的时候，我们的海豚族群可以从80只回到100只，不要多，只要回到100只就好，慢慢来，就是他们有一个这么伟大的计划。可是我们政府是没有相关的预算的，那我们就可以只好靠民间来。那2030就是我们假设我们台湾的在慢慢的白海豚数量可以回来的时候，其实就表示我们台湾的环境变好了，表示我们台湾的人民会变健康。对，所以这是其实不止保护海豚，这是保护整个台湾。那目标就是纪念性老师，然后传统信仰跟渔业。妈祖渔民不会听学者的人，你跟他少说那个修语，他才不会理你。可是你妈祖跟他讲说，你包客去那边香客大，我们没有香客大，就香客小房啊，就是大家可以去那边就是开房间，去那边就是可以借
注了，就是大家反正去鹿港，哎，我跟你说，鹿港不要白天，就是鹿港不要人很多的时候去，那超丑，你要傍已经入夜了或是在清晨的那一个阶段，那阶段鹿港还是真的美。所以你要知道鹿港美，你要在那边过夜，然后你要去那个地方，就是或许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暂时过夜的空间，这样。等于开始在宣传，虽然现在连一片孤瓦都没有。黄金地段，各位观众，如果投资这个，我们今天一个物件，啊，投资报酬率非常高。这真的，黄，这个是鹿，啊，没有，不叫不见，谢。这个是鹿港天后宫，哦，这庙，天后宫随便庙口，然后左转100公尺，不到100公尺，50公尺就是林老师的工作室。哇，宇宙中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黄金交易的地点啊？没有啊，就超近的啊，然后每天人来人往，人超多，然后可能不小心口袋掉出来的钱，就比我们还款买一年的捐款还多嘛，就是或者是什么妈妈走失的啊，然后就哎，你妈妈你的小孩子在那个这边，请拿钱来，去路上捡，对，然后这边再过去就是海边，就看马尔代夫，所以那个地方是蛮好的。那然后就是工作室的状况，就是。林老师啊，就是在这地方，然后以后它里面还有一个空间，然后这以前是以前就是我们以前环境运动嘛，就会把这边当成是很大海报墙，然后观光客来去就会看到那个环保的抗议这样，然后假设这边可以变成是白土妈祖庙呢，然后台湾环境文献馆呢，林老师纪念馆呢，还有白土解说中心，我觉得会有一点机会。然后就是6月8号我们开基地的动工的记者会。然后还那个陈云峰老师也来，然后对，就是这么多吧。但是其实要把它弄好用，其实可能还要100万吧，应该是100多万呐、啊。可是其实还蛮好，就是光点读上播消息就蛮多人捐钱，大概捐了30几万，还没真的开始起跑。反正我就想好，就是不行我就去贷款啦、啊，反正就也是就借命一条。对，但是应该可以的，我觉得台湾人应该会。会更好，所以那大家回去多宣传，就是看了白土妈祖之后就很厉害，然后想要捐款到这个账户。好，这个空间呢，就是空间大厅，然后这个地方就可以做文献馆，这个地方就可以做那个白土妈祖就放这边，然后旁边是白土的解说资料，然后这是环保联盟的办公室，然后这两间是可以当那个香客小童的那个童服，还蛮好。好，这平安符，哎，我先问妈祖过去啊。我你这边可以上网吗？嗯，我那我对对，我那神像怎么见？那后面没有啊？对啊，这个不清楚啊。哇，看看别的，我看看第一次吗？这就是第一次，我看看，不是啊。这个是我们花斥资没有几万块，就是那个阿周将军都帮忙的，他就去帮忙找了一个原住民团体，然后他就说你不用担心，神像我来帮你生出来，然后他就真的生出来了。然后原来这只，而且那个很妙，就是原住民雕刻师啊，他已经很久不雕东方的神像，因为他信基督教。然后我也是有跟他讲一个概念，就是你雕这妈祖，然后后面有很多海洋生物这样，然后你就可以跟渔民讲说，海洋保育好呢，你的渔获才会好。啊，妈祖就是保护渔民跟保护海洋生物的，这样大家都是一家人，不要互相讨厌。然后他就自己去做了，你看这旗鱼，然后这是白的，然后这个是后他也做，你知道吗？他很厉害。他自己会去 Google 环保群，你就厚啊，就绝种厚。然后这只是绿蜥龟，然后这是黑面琵鹭，就是他创造出让我想象不到的一个很厉害的神像，这样。对，那我们就是以后会在，而且那这个妈祖很酷，他是提灯笼，他就是提灯要照亮这个黑暗的宗教界的。妈祖本来提灯笼啊，妈祖以前在岸边就是提灯笼在让鱼转回来的，不是吗？对啊，就是啊，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妈祖都不提灯笼啊？就感觉他们太黑了，怕提灯笼被照。被那个联邦法案就庙每一个庙都财务都出问题的，提灯笼啊，然后对，然后这尊神像就是要以后就是那个拜土妈祖庙要供奉的那个拜土妈祖庙，那还不错。
个雕刻师在说那一颗的时候，好像有灵感，就是听听就好像他就说好像有一个动力让他刻出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听了也，本身冥冥之中都还蛮多还不错的机缘，对，所以这个工作室还有很多工作，包含你们回去造谣。包含你们那个找一些捐款，然后包含甚至动好之后啊，里面需要义工，我们需要一些解说义工带大家去看白矮人啊，跟大家解说都好。我觉得在这个信仰，在这个大家各进直播，有独派有一首歌，然后我就很喜欢，就是那个台湾翠心，你看多。因为你们是自称，我好像这卖年轻人经过林飞凡跟那个之后，就对台湾独立万岁啊！不，啊，就是号称台派的国歌，然后他最后一句就是那个“人类无文化，世界和平，国民向前，贡献在民”，就是。他是我们自我，他是号称台湾的国歌，就是说，只对人类文化跟世界和平的这件事情呢，我们台湾国的国民呢，都是会往前，然后贡献我们所有的才能。就我超喜欢这一首歌，然后对啊，就很多事情可以做啊，包含甚至你如果真的想要回去自己搞一尊那个石虎关帝爷啊，也可以啊，就我们就开始来弄嘛。但是不是可行？为什么不可行？那石虎，你想想看啊，那个月老适合跟什么一起拜呢？月老黑面皮鹿啊，就是他不是鹊桥嘛，有看。那个月老炒销了，炒销，就是快要绝种那个猫头鹰有没有？就炒销月老跟炒销一起，哎对，反正他以前是用鹊桥嘛，现在改用炒销，因为喜鹊不环保，不是喜鹊太吵了，就是刚后来用炒销，月老跟炒销为什么不行？然后就想说你如果晚上赶出去回阁找小三的啊，那个猫头鹰会监视你哦，哇，一定很多人拜真的。炒销可以跟月老在一起啊，就是不是在一起啊，就是结合了，就是炒销可以跟月老，真的很多可以做，就是比如我们就或许愿意一起来做这个白土妈祖庙，或许可以自己回去，搞不好你后面就有，等他走出去就买了，听了白土之后就中了乐透，然后中了之后你就可以去找一些查破些土地公，都可以，哎呀那个树德山庄哦，我跟他们讲过一些很疯狂的案子，那个想法的那不敢做。当然，如果做，可能今天那个场面会不一样，真的，我就想好了，好，我就神经病。好，我们就先这样吧。看到什么问题，或者什么想要交流，或我们海豚生态没有讲清楚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谈一下。然后我有拿那个企划书啦，就大家读我这个。有两个，因为我没时间弄。然后这个是白海豚的企划书，然后后面有捐款的。网址就是彰化环保联盟，因为它是妈祖与保卫联盟是很多团体组成的，然后就目前就彰化环盟在负责，这样他们也很穷，他们很惨，他们自己都很穷，还要帮别人募款，这样我就超不忍心的，就好罪恶感。对，然后这个是企划书，简单版的企划书，然后另外一个是有定双面的，就是我们今年的工作年报，就是我也来不及做，我本来幻想说要把今年的工作做到刚刚的大事记里面，可是我还好没做，要不然今天就不用来了。刚高速公路三起车祸，这样就是很塞车。这是今年的年报，我们今年做了很多事情，有国际烟斗活动，甚至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政府组织在造，我们也做了很多，然后还在努力，希望它可以成立海洋保育署。然后对，十年的工作，然后也有交代一些我们前的总结没有断掉，所以这个工作年报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拿。然后那个领导室的。海豚庙计划书也可以拿，这样有兴趣的、啊、哦，就这样。如果真的家里面很有钱的，你就拿一点零用钱吧。好，谢谢，先这样。